各位同学，大家好！呃，欢迎呃来到无线通讯。这是一呃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呃，我们呃这个课程主要是三个学分。那课程里面，我们主要是介绍无线通讯的呃基本的理论，还有实用的技术。呃，这是我的个人的资料。那欢迎同学利用电话、email，或是到我的办公室。 来，嗯、呃，跟我讨论相关的这个学习心得，还有你的作业。呃，我们这堂课主要是来介绍无线通讯的基本的概念，还有它这个系统的基本的组成，它的各个技术的原理，还有它一些实用的技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呃每天生活之中，呃。 都面临的很多的无线通讯的这个呃系统，包括手机的通讯，包括 WiFi，包括 Bluetooth 等等。那我们都会在含包含在这一门课程里面。那我们这门课程里面主要是教导有关无线通讯的原理跟分析。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近代通讯系统，我们现在手机的蜂巢式系统，还有无线。 的传输的特性，那我们知道传输的特性以后，我们来设计调变的技术，它的多样性，还有在传输过程中间会发生错误，所以我们有错误控制码的介绍，还有我们基地台很多的手机怎么这些手机怎么样跟我们无线无线基地台来做接取的动作的这些技术，那最后我们会介绍呃无线区域网络。 还有个人的行动网络的这些技术，还有标准。那我们的学习目标呢？第一个，在知识方面，我们同学可以透过这个课堂里面来了解无线通讯系统的基本的概念，还有它的发展，还有未来的发展的趋势。那在技能方面呢？同学透过这个呃这门课可以了解通讯系统的组成，它的工作方式。 使学生能够，呃，掌握现代的行动通讯的基本的技术，那将来就业就非常的有用。第三个态度，同学要用非常严谨的态度来面临目前无线通讯的一些技术还有问题，步步为营，那清楚的思考每一个通讯的观念，那。 每一项通讯的理论跟技术，同学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能够自己很清楚的去表达，那就表示你确实有学到了。呃，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针对飞机系统工程的硕士班的学生所开设的，当然也适合其他电子电机工程的同学作为学习的目标。 本课程呃，主要是必须要具备下面的一个一些基本的能力。我们这门课主要是针对研究生，所以呃，基本的程度是大学毕业生。那建立具具备的能力，包括一个就是要学过通讯系统，第二个就是工程数学。那课前的预习呢，我们。 必须要同学按照我们的课程的整个规划，事先去把课程呃做一个了解。那在这个课程中间呢，能够积极参与各项的学习活动，包括依照进度观看课程，在每一个单元学习之后，都能够去做一些综合练习，然后验证自己是不是已经呃学到呃上课所讲的这些内容。 在课后呢，我们会有作业跟习题，还有一些实用的这个实习的课程。那同学呢，呃，可以利用这些呃实习的课程做这个更进一步的跟理论来结合。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呃利用这个呃面授的时间来跟老师讨论。 那我们整个课程大纲呢，总共分成十八周。那第一周呢，主要是我们把这一个课程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那在第一单元里面，我们只要针对我们目前的无线通讯系统做一个呃综合的概述，让同学了解目前呃通讯系统的一个组成，包括我们现在的手机的行动通讯系统，包括我们的 WiFi 的系统。 包括我们的现在的 Bluetooth 或是 y m a x LTE 等等这些呃最近的一些无线通讯的发展，在第二单元里面呢，我们只要针对目前的蜂窝行动通讯系统的组网的技术，那这样只要介绍目前的手机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基地台做通联。 那基地台中间怎么样来做构连？那构成一个手机的无线通讯的网路？那我们呃，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有一些呃自我评量的测验，让同学实际去呃了解到呃是不是呃在课堂上还有没有遭遇到呃什么样的呃问题？在。 第三跟第四单元里面，我们主要是介绍这个频率的复用，因为频率是一种资源，那我们怎么样去，呃把握这个频率的资源，让节省能源的资源，然后呢，让我们所获得资源呢，就是频率可以重复的来使用，怎么样来做分配，那达到系统的最大的容量。 那在第四单元里面，我们就来介绍整个这个通讯的频道的选定的方式，怎么样来把频率分配到每一个基地台上面去？因为如果分配不好的话，每一个基地台中间会产生互相的干扰，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所有限的频率里面做一个有效的分配？ 在第五单元里面，我们就介绍我们在整个无线通讯里面有哪些会遭遇到哪些环境的问题啊？在无线通讯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径损失。好、啊，我们在整个通讯里面，哦、呃，我们的信号从发射到接收会随着这个路径的增加而产生衰减的现象。那 甚至还有反射的现象、绕射的现象，那这些都会让我们的信号衰减。那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可以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第六单元里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小尺寸的衰落。我们在第五单元里面是介绍整个大尺寸的衰落，也就是随着。 距离会产生信号的这个严重的衰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行动通讯主要是应用在室内，还有都会区里面很多的建筑物，那这些呢就会产生这个多路径的衰落的现象。好，那所以我们在第七单元里面就来介绍多径通道的衰落效应，我们的一个信号会。 经过在室内或是这个呃多个建筑物中间会产生互相的这个这个多个路径的互相的干扰，那这个多的干扰对我们的信号就会产生严重的这个衰弱，所以我们来探讨这中间的一些问题。在第八单元里面，因为我们的无线通讯。 啊、呃，包括我们的手机的通讯，呃，都是在一个行动之中的。那这些我们有些是在这个车子里面通讯，或是我们虽然我们是呃在走路的通讯、行动中通讯，但是我们的背景，也就是我们的环境中间都有快速运动的车辆等等，那这些呢就会产生所谓的。 多普勒效应，也就是我们的频率就会产生这个偏移。那在我们接收的时候，我们的信号就会产生的这个衰落的现象。好，那在第九单元里面，我们来介绍这个呃整个衰衰落通道，它怎么建立一个模型。假如我我们呃要去做一个模拟的话，做一个无线通讯的模拟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整个通道的模型？好，接下来我们了解的无线通讯目前所遭遇到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它，让我们的通讯可以克服这些这些问题，让我们整个通讯，呃，这个非常的这个传真。 而不会有这个失真的现象，所以在第十单元里面，我们就介绍无线通讯的调变方式啊，怎么样把信号一个数位的信号怎么样传输到我们的这个大气中间？那这必须要经过这个调变，所以那调变的方式有正负调变，那叫做 ASK。 有频率的调变叫做 FSK，有相位的调变叫做 PSK，那我们会一一来做介绍。在第十一单元里面，我们除了刚才的这个 ASK、FSK 跟 PSK 以外，这些基本的调变的方式，但是呢，这些调变方式对于这个频率的使用，对频宽还是。 呃，不够这个呃节约，所以呢，我们又介绍更进一步的呃通讯的方式，让我们整个通讯的频宽呃变小，来有效的使用我们的频率。那这些包括 MSK、GMSK、MFSK、QAM，那这些调变的方式都是在我们现代新一代的通讯里面所使用的，所以呃。 对同学应该是非常有帮助啊！在这一周里面，第九周我们学期已经到了一半，那我们有一个期中考试，来让同学来做一个复习，然后呃来评量自己在这个半个学期来所学到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还有技术。在第十二单元里面。 我们说明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展频调变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手机的行动通讯，我们的 WiFi 的通讯，这些我们刚才讲过了，它必须要去克服多进的问题，就是多个路径互相干扰的问题，必须要去克服这个。 呃，行动的问题，快速行动的问题，让产生多普勒的效应降到最低。那目前的有两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直序式的展平，第二个是跳频式的展平。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介绍，呃，先介绍直序式的展平，怎么样来利用这个调变的方式，怎么来克服这个多径的问题。 让我们的信号不会受到干扰。第十三单元，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呃展平调边的技术，叫做跳频式的展平。那这些我们目前跳频式的展平在 Bluetooth 里面使用，它在 Bluetooth 里面呃一秒钟可以跳一千六百跳。那这个也主要是来对付这个。 室内，它是在室内的环境受到干扰的时候，怎么样来克服这个室内环境的干扰，让我们的通讯的品质、呃、能够提升？在第十四,四单元里面，我们呃介绍了调变的方式，介绍了这个呃展平，克服多径问题、多普勒效应问题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综合起来。 来介绍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接收机，把所有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那这个接收机我们叫做 r e d Receiver，也就是目前我们手机在使用的这个接收机。那我们呃在实物上面，我们让同学来了解这个接收机的设计。在第十五单元里面，呃，我们为了克服这个环境的问题。 我们在传输过程中间一定会产生错误。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来让同学知道怎么样来。如果有错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错误改正过来？在发送的时候，我们会加上我们的编码；在接收的时候，我们利用我们的编码，我们来找出我们的错误，把有错的地方，我们把它改正回来。 在第六个单元里面，我们只要介绍这个多重接取技术。我们知道，呃，不管是手机的通讯，它有一个基地台，那基地台底下有很多的手机，大家都用相同的这个通道来通讯。另外，像我们的 WiFi 也是一样，有一个基地台，那我们有很多的笔电啊。 或是平板电脑啊来做通讯，那也就是说，一个基地台它必须要接受很多的这个行动的用户，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来介绍怎么样让呃一个基地台让很多的用户来共同来使用一样相同的频道，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呃重要的技术，所以在第十七单元里面。 我们就介绍 FDMA 多重接取技术，也就是用频率来分啊，每一个人、每一个用户用不同的频率来跟基地台通讯，那这样就不会产生呃互相的干扰。在第十八单元里面，我们介绍一个比较新的，就是 TDMA，也就是我们 GSM 这个行动通讯系统在使用的。 也就是用时间来分，也就是我们要跟基地台来通讯的时候，用时间，大家不同的时间来跟这个呃基地台这个共享这个频道，但是我们在我们手机手机的使用上面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在第十九单元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三 G 所使用的。 CDMA 这种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就是用码来分，每一个手机它都有不同的这码，然后大家共同来使用这个基地台的频道。那这个呃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手机，也就是它整个通讯容量可以提升。所以目前到了我们三 G 的都使用这一种技术来提升我们整个这个通讯的效能。 第二十单元，我们刚才综合的介绍了这环境的问题，然后我们介绍了怎么样来解决这些环境的问题，包括调变的技术，包括这个多重接取的技术，包括它的接收机等等。那我们利用这个这些技术，我们来看看我们目前在使用的这些行动通讯，还有网络。 与系统，他们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些包括我们二 G 的行动通讯，包括 GSM，我们现在三 G 的通讯系统 WCDMA，这整个系统，因为我们学过的呃各个技术，让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它整个系统的设计。那对同学呃这个在这个使用上面技术的运用上面就非常的这个。 非常具有弹性。好，那到第十八周里面，我们就是针对呃以上的这个学期我们所学到的这个课题，我们让同学有一个整个复习的机会，然后呃做一个检讨、总检讨，然后也做一个评量。 那我们在成绩考量上面，呃，同学的作业还有上课的记录，我们这个占了百分之三十；期中考的成绩占了百分之三十；期末考的成绩占了百分之四十。那未来的学习方向，也就是我们同学将来学了这门课以后。 将来我们可以去，嗯、呃，进一步去了解我们现在更新一代的通讯。现在的呃通讯里面，我们的传输速率越来越高，我们的用户数越来越多。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目前的所谓的这个四 G 的呃行动通讯，包括 YMax 啊、LTE，所以。 呃，有了这个课程的学习以后，同学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我们目前新一代的这个无线通讯网络。